傻眼。什么？厕所做的谁都会做，好不好？是那种小蛋糕，还是这种生日蛋糕都有？哦，都有，厉害！来好啦，兴趣。所以你们也是南部吗？没有，在新北。哦，花莲。泡泡在花莲哦。嗯。跟钟哥是什么关系？不会只跳 Peter 吧？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应该不会啦哈。我们都跳阿成啊，学校啊。嗯，好。不然你们看来我现在想要来睡觉了。你们要跳哪里啊？面，大家都跟你飞了。对，你跳哪就跳哪。靠！我这么懒。就是懒才会按跟飞，啊，不是自己飞啊。这个一百拼是啥小？哇，有人溺死啦，可怜。所以他们一个是泡泡，一个是小猫，是不是？对，对。然后一个是柴犬，一个一百七，一个一百，一个一百七，一个一百八，什么鬼？一百八，那边好多人哦，那边好多人哦，那三队哦，哎，那是哦，十二栋还是九栋？二十六，有十二栋啊！热，干，打那么多积分，你跟我说你不知道那里，我操！啊，没有在挑那里啊，牛逼，放鞭炮喽！又有能力水了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干啥小？吃好饱。看来这时间点是晚餐，才吃晚餐啊？晚嘞、欸，我十点多才差不多到家这样子。真可怜，这么晚。他在射迫击炮、啊，我这边没。是真的穷哎、欸，所以我才没过去啦。今天飞起来给你看，我知道你很肥。嗯，你听，妈你没看过我，他妈跟我说我胖，操，肥肉。只有 A 十，太远啦，有心就来了啦，没心，不好意思，没心，那你怎么还活着？那个四倍。你先带着好了。老狗狗，东哥打完了。我有脚踏车，怎样？他要打哟，我可以睡觉。他收假了。收假？他不能打了。那回去那阵站好了。没办法。看这圈到底是冲他小打个 NG 也要搞是吧？挺远的，飞了。而且这一次真的蛮穷的，我都没有。想不到吧？就是这么穷。哎，小松白。要叫紧急接驳吗？